免签啦！达人带你畅游美国，它可以结合就是欧洲波斯卡里到地中海景观，它都混合在一起，是吧？哇，中国影城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影城，赫氏古堡，欧洲列入金世纪录的一个古堡。今晚九点，女人好犀利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人生不吃变得很单纯。OK， 对，就那一个月，顶多偷吃一颗卤蛋，顶多了。好，所以依照这样子的一种饮食法，请问一下妈妈团们，你们有人这样尝试过吗？好饿哦，你们有觉得吗？我不想，都有。我有朋友他减肥也是像这样，然后他还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垫胃，他自己就是用沙拉油先吃，先喝沙拉油让胃垫住。谁喝沙拉油？油。然后他一个月也是差不多3公斤，他去吃到饱的店都会先说麻烦请给我一盘，就是一碗油，沙拉油，真的。你们刚不是都说我听过吗？还有吧，有结果喝橄榄油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不但没有办法吃那么多菜，而且我还很爱吃高热量的，像炸鸡、薯条、甜食。不行，看外形看得出来。这已经是有减过10公斤的哦。怎么吃炸鸡？吃这些东西可以减十公斤？原本就是因为这个身材再多10公斤左右，所以我使用叫羞辱法，我是用人性上最可怕的减肥法。只要我一进去炸鸡店或便利商店，只要一拿高热量东西，我的老公、婆婆、儿子、女儿、小姑就会全体在那边用一些很无情、很难听的字眼说：“你敢吃？已经胖成这样，你去量体重。”哦，家里马嘎家哦，然后活活让我汉可吗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这不是汉可吗？那是汉爷呐！你爷羞辱你，羞辱法真的非常有用，因为我从此对那时我就觉得那些很可怕，因为让我觉得人生就是非常黑暗，被讲得很难听，尤其是婆婆跟小姑讲最有用。真的是，因为他不能有婆媳关系啊。那请问一下，那你有吃到饱吗？也是吃的还蛮饱的，所以他才减成这样。再减十，我应该用一下小优的方法，继续多一点啦。好，10公斤很惊人呢。对，他可能花了10年来减10公斤，已经10年了，运动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小优的方法，素食，这个方式呢，是素食哦，不是许愿。素食，不是，然后喝很多水，很多水。这个方法，专家给分，来，0到4分，好简单哦。啊？许愿很高，老师派分，老师不想，老师不想，我也会啊，也会，我也不想啊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不合理标准，不要留情面，连拿分就零分，两分就两分。没有，这边没有我要的牌子，2分负的，负的。只能怪我们事先没有讲说有扣分制了，没关系，一个一个讲，你先讲解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素食跟生菜都没有错，哎，错的是人。对，怎么说？因为这些方式就是它都是好的食物，就像我们常常运动都没有错，可是为什么你要这样毛起来动？为什么你要这样毛起来咳？对，所以以刚刚跟英琦跟你站在一起，因为比较直接的是你年纪比较轻嘛，但你却看起来比较松。比较松啊，对，跟紧师傅，他包成这样，你看得出来他松啊？其实他露出来的地方蛮多的。你从哪里看得出来？其实皮肤的光泽跟你身体的紧实线条都会很诚实的比较。真的吗？来看一下。哎，松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哎。你明就很有好意思出来，皮肤的光泽也很显，真的耶。正面你看一下，同一个姿势吗？同一个姿势。哎，真的耶！你有水肿，心情没有？他感觉有一点肿，真的。然后你看哪里皮松，看膝盖。你的表情一定要那么骄傲吗？一定要很骄傲。整只脚的皮肤的光泽度，然后包含他们两只腿的线条，那个阴茎是有肌肉的线条，真的就158，我都不敢靠太近。不是158腿长短的问题，你去看一下皮肤光泽、皮肤光泽、弹性度以及它的纤细度。他们跟你去压他的腿就知道，两个腿对那个腿的弹性、弹性可以压吗？弹性差很多，帮你压，压这里啦。好。有啦，因其皮肤哦，你看肿，对，它都有水肿，因为你压它那个不是马上回来的，可是你看，不会动，有回来，还 OK， 你看，
还 OK 紧实哦，有没有让大家知道是我讲的不是细的程度哦，我讲的是结实，结实是不一样的。了解，好的，所以你就了解。超好的嘞，我帮你把做大一点，谢英琴，来，那再来，我们好久成问题，好，第二个零分的，对，要吃。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经常大家一般选择减肥就励志减肥的时候，他会用一个像刚刚小优讲的包含两种，一种叫极低热量，就是把热量降到最低，可是我们人正常情况下一天至少必须要1000大卡到1200大卡以上，包括我们讲的就是当你的蛋白质的来源也不够，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也不够的时候，你身体的胶原蛋白跟弹力蛋白一样会被分解 掉，这就是为什么 Kimiko 老师会讲，譬如说你皮肤的光泽、弹性，会不会双颊凹陷？对，会不会还要花钱去把苹果肌打回来？这就是一样的问题。然后包括你肌肤的紧实度跟弹性。对，所以刚刚从他的那个配套、那饮食上面，我们没有听到蛋白质。有啊，有偶尔偷吃豆浆，一颗豆浆。其实那不叫偷吃，那是本来就应该要吃的东西。那如果像那个刚是维尼妈说，都有喝一杯沙拉油，我觉得喝沙拉油好什么？大家不就是要代谢脂肪，然后你又狂喝油的结果，真的是很奇怪。而且就像我们讲，如果你有肝胆肠胃疾病的，油脂是极难代谢的，好恐怖。你譬如说现在有些人他都有胆阻塞的问题，他会立刻发作。My God， 对，因为过油的情况下，你身体的肠胃没有办法消化，它会刺激胆汁必须大量的分泌，对，所以有肝胆肠胃疾病的会立刻完蛋。哎呦，唯一得到分数一分的，唯一的一分，珍惜的使用，珍惜的使用，同情分，同情分，你的好好哦。应该说小优这个方法会瘦。一定会瘦哈，但是它有几个，就是因为它的热量是低的。刚刚我们营养师有讲，低热量你只要少吃一定会瘦。那它这有几个问题啦，一个就是一早吃生菜，我们中间讲说你第一就是一早起来第一口吃的东西千万不要是冰的，好，包括你说冰牛奶、冰豆浆那个都不行，你体质会寒。那很多这样子减重的女生，她会有什么问题？营养不均衡，开始掉头发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月经开始痛，开始本来不会痛的就开始痛，不会来都有可能。对对对，甚至，甚至对月经不会来。不会来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小优这样子一个月瘦了1公斤，如果你再这样维持下去，你就是那一公斤而已，不是3公斤。3公斤。就那3公斤而已。就不会再停滞。停滞，因为通常这样说，它在短时间你可以很快速的变瘦，但是它之后，因为你一个女生大概一天需要的热量1200卡，那你吃，比方说你现在800卡，假如说一天是摄取800卡，那中间就会有一个差异400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1公斤是7700卡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过一阵子，体重降下来，但是你的新陈代谢也会下降，所以它就变成800卡。然后你之后就一直维持，你再怎么少吃，它都不会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那阵子排便好顺哦。那是因为那个蔬菜纤维的关系啊。排便跟代谢，新陈代谢快了。排便跟代谢脂肪没有关系。因为你的青菜多，水也多，对，没有关系，所以它就排得掉这样子。但它跟你那个整个人的新陈代谢是没有关系。OK 了，所以罗医师给你的一分是你前阶段的那一分。这真的有瘦。接下来，你要改变方法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啦！那只好先请你回到你原座，冠军战才是英奇。对，英奇怎么方法？其实因为我减肥很多年，从国中就开始吃泻药。我现在今年已经35岁，我说真的，其实到30岁以后，你的身体机能真的变得很差很差，而且我之前又有脑震荡嘛，所以不能运动。但是后来，我现在这5年开始慢慢瘦回来，我会发现你的体力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好。然后工作又忙，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跑健身房。所以我都习惯就是说，有没有办法让在家里，因为我们以前在一天跳8个小时的舞蹈，那个运动量是够。对，所以现在我觉得至少每天我要维持1个小时，或者真的没有时间的话，半小时。逼自己，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，因为我们从小跳舞就有这个保暖裤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穿裤袜，然后呢只要穿上它，它是有点像雨衣材质 ，OK， 所以包在里面运动流汗，大量对，它就会大量出汗，它是不动就会大量出汗的，所以不动也会出汗，对，不动也会出汗，因为它材质就是那个在哪里买的啊？为什么这么妙？就是舞蹈材料好，好，对，所以再来啊，这个嘞，那这个是因为我说在前一阵子我就有点。都开始松弛，然后我朋友是在做健身的教练，他是美国，他每天就是吃那种一直在面，对，早餐他就做那种 cranberry 啊，然后每天拍早餐蛋啊，然后大热狗啊，我就觉得哇好健康，然后他每天早上他都说他会做45分钟的运动，就说好，那你教我，我想要练腹肌，还有手臂蝴蝶袖，那他就有跟我说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拿这个弹力绳，就说往后拉，哎，对不起。
这一条比较短，可能这以前就像我们在拉那个保瘦手臂，你看我现在都没有什么体力了，你看我，他这个是用力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就是以前我们会拿那个哑铃嘛，跟矿泉水，对，他这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拉，有这个，对，其实这样拉一拉就会出汗，这一定出汗啦，因为这，然后再配合你穿上那个。对，马上就对，然后因为有时候会胀气啊，我觉得对排汗都很有帮助。然后还有譬如说我想要练腹肌，他要跟我说心里其实你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这样做仰卧起坐，你可能可以这样拉，其实这样拉就也会动到腹肌，他说其实这样对你的腹部也有帮助，然后手臂也有练到哦。这样腹部也用力哦。那你一天这样子运动大概多长的时间？我大概可能对，就三十个就快死了。三十个，其实这样很你拉很难呢，这个用力吧。那你这样子坐下来有瘦多少吗？对，有时候我觉得雕塑还有，其实我吃减肥药，每次一吃大概都瘦一两公斤，还有很用力吧，排水。哦，这其实是你拉久的，是不是？其实你不能往下，你不能往下，你只能这样往，你只能用你的手，有没有？好酸哦，你很弱，不是这太弱了，有闷头，闷头，没有，你的脸要很轻松，脸要很轻松，举手之劳，对呀。刚刚的这些动作啊，再做下去，你很快身材就会跟昌明哥差不多。如果有看到你做侧面的话，就看他胸肌不断的往外上下上哦，对，练到有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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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看，谁说只有潘若迪胸部会动？